新年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这一群孩子，几年前呐，曾经呐，跟着父母逃难，啊，叙利亚逃到土耳其，或者是到约旦去了。感恩传人，感恩传人，感恩祖籍，感恩祖籍。看到了他们一直被慈济人照顾了，所以他们有书读，启发他们的爱心。他们也知道省吃零嘴，那总是呢点滴了储蓄起来，也曾经呢他们所储蓄起来的竹筒，哪里有需要，他就打开了竹筒捐出去。所以这一份爱心，要救人，懂得道理，这呢，实在是很有价值。心美，人什么都美。要这爱，人间需要有爱啦，需要有一大群群的爱的能量，不断的接力，不断的汇合，增加力量，才能照顾人间呐。